Base，请开始喽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Base。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个大坑。那这个大坑的名字就叫做 GDV Summit 2020。那GDV Summit 2020是 GDV Summit 是两年会出现一次的大坑。那每两年都会有人组成新的工作小组。然后就是筹备这个属于 GDV 社群的盛会。那这个盛会在2018年的时候达到一个高峰，就是我们有来自全球33国的投稿，然后有130位工作人员，然后筹办3天，然后有4轨跟17大主题，跟总共有60场的所谓就是亚洲最大公民科技盛会。那在2020年，就是我们并不一定要有一个最大的亚洲公民科技盛会，但是我们想要有一些新的事情。那这些事情会是什么呢？那第一件事情是，以往只会有一位总召的 Summit， 我们将在2020年就是做出一些改变。然后这位是2008年的总召 Epa， 就是那个在深坑的那个人，恭喜大家今年搬出深坑。那在2020年，我们想要就是致敬 GDV 新的 GDV 宣言，也就是说 GDV 社群由各式各样的专案组成，没有单一的中心代表或负责人。所以过去 Summit 只有一位总召的形式，我们将在2020年变为3位共同召集人，就是PM5、之浩跟 Base， 就是我。那第二件事情是整个Summit 总筹组的协力伙伴，除了2018年就有的 GDV 纠中团之外，我们今年也新增 GDV 国际交流工作小组、好想工作室、台南新雅汉、念海松、港台日韩社群。这个组合大家应该都有一点熟悉，所以没错，就是台南大松这个组合，在去年12月我们一起举办了台南大松。所以再来下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要把GDV Summit 2020搬到台南举办，所以希望大家把202012月3号到6号的时间留下来，然后我们要一起去台南。然后这个是今年Summit 的时程大表，所以我们预计会在今年的4月开始增建，然后接下来半年会开始进行密集的筹备，然后我们希望可以找更多伙伴一起筹备 GDV Summit 2020。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份跳坑表单，就是希望各路英雄好汉来跳深坑。大家有看到网址上面关键字深坑？那这个是Fancy 版的时程大表，那这个就是我们之后的工作时间。那我们现在这个功能大会会是四月中在台南，那确切日期的话，希望你来填表，你就会收到了。那最后就是希望大家多洗手，离病毒远一点，然后把请假跟出国的度都留给 GDV Summit 2020，期待12月可以在台南跟大家相见。就是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，谢谢。